主题曲是我俩是不是一对恋人？是，温迪老师，好高兴。说身体语言、眼神呐、啊、说话，就会透露出来我俩是不是一对恋人，对不对？对，骗不了人，骗不了人吗？骗不了人。好，那么在演艺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俩啊只是一个好朋友。应该唱黄小琥不只是朋友，但我俩是不是一对恋人呢？有的时候因为戏的关系，大家就会凑对啦；有的是因为综艺节目在一起了，大家也常常嘛；有的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常常在一起。所以今天来的两对，他们说他们都不是恋人，是吗？谁来定义？今天就靠你来定义。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是从他的问话当中，我们觉得他们两个如果不是恋人，那为什么又会这么好呢？说不定会弄假成真啊。男女之间真的没有朋友吗？对呀。阿明老师太诚实了。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朋友？很难，对不对？那个界限很难啊，真的。而且呢，那个界限其实是由男人决定的，由男人决定。对，好了，我发现今天的问题就出在男人喽，就不是女人喽，不是，来，是由男人决定。现在我们来欢迎第一对王少伟，谢谢。嗨，大家好。好，谢谢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金钟奖的支持。谢谢大家。对，你俩不只是朋友，还是我俩是不是一对恋人？这两首歌，你们选一首歌。一定要这两首歌？有没有其他选项？感觉是意思是都是一样的。那你们要选一首歌呢？你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好说。不好说了。你是高等生物，你讲啊，你都说你高等生物啊。那你是你也很高学历啊。可是他都说他自认为比我聪明数百倍，他都说我是低等生物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出众的工作。他就负责动脑。来，那你动脑形容一下你们俩之间是什么样的朋友？你的工作啊。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没有这首歌。闺蜜。没有这首歌。有朋友这首歌吧。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留。你们这个朋友一生一起走吗？朋友当然要一生一起走啊。好，那请坐，互相陪伴嘛。来，一生一起走的朋友，请坐。怎么讲都就觉得怪怪的。对，没有其他选项。好，接下来这一对也是盛传已久，他们两个脸书上也会 po 一些照片，但 po 照片不代表是朋友，我们很多照片也 po 上去。那有的时候一起演戏也会被误认为。好，我们来欢迎梁振群、张小涵。一来就考验，没有，先站的两个人，哇，这两个登对的一组哦。哎，对，你看白衬衫蓝裤，你们也是两个穿格子，真的啊，都格子啊。哎，等一下，格子啊，小姐那才有鬼，故意低调。对，你们整套都一样的，讲我们有格子的有鬼，你们昨天晚上跳的好吧？画的都一样，好不好？一样的，你们连色系都一样。哎，等一下，你们有讲好吗？我没有讲好。你们有讲好吗？我没讲好。哦，默契。等一下，你们两个，请刚刚他们来形容是什么样的朋友？他的文学素养比较好。我们两个比较像是，这什么？我们比较像是家人。对。Family。Family。才子不是，他的意思是才子佳人。家人有没有？没有料到这样也会破功，真的是 family 的意思。是，好，兄妹，对不对？好，这也是一生要一起走的家人了。是的。等一下，韩志斌要把你的这个写真书，写真书今天才印出来的。
我热腾腾的，你看热腾腾。Be my, be yours, be yours。你们少来，你已经看过了，对不对？人家都是人家都已经表。等一下，你看过了吗？有两本呢，它不是双封面，是两本是完全不同的 style。所以哪一个是 be my， 哪个是 be yours？ Be yours, be yours。我的解读就是当你的小女人。然后这个就是当我的小男人，所以我是大女人在这里面。哦，两种性格，对，对，两种性感哦。哇，男生应该会比较喜欢黑色的这个。就看你们喜欢哪，你们每个人喜欢的不太。我喜欢性感的。哦，比我是比较性感呢，真的。你喜欢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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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喜欢黑色的。我比较黑色的，黑色我比较能接受。哦，所以你比较停留在黑色的这一本。黑色那本我比较。这本吗？其实你都不了解。对对对对对。他喜欢的是 real， 真实，真实 real。今天我们介绍这个 Wendy 老师。Wendy 老师是最了解男性、女性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不要害怕。他只是读心术啊！你手不要紧，抱在一起，放开，放开。你为什么要？那放开，放开，放开。坦荡荡。大家都觉得是坦荡荡，对不对？好，从刚刚走进来，我还没有讲他们一起会做什么事情，老师要从他们平常会做什么事情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是家人。还是闺蜜、男闺蜜、朋友、朋友，还是闺蜜这样子。好，就刚刚他们进来的，你觉得四个人当中谁最不自在？我觉得少伟他其实是最有距离的。你看啊，他手其实都一直是这样子放的，这样子放的话是代表是一种距离的，是有距离，对，一种状况。放在口袋里头，那我要放低一点，放的位置。对，所以他是最不自在的，对不对？你的意思，他对我们最有敌意，对不对？敌意，他最想要隐藏自己在想什么。哦，对啊，这样子。哎，刚刚老师说，男跟女人会不会是朋友？这个界限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在男人，对不对？对啊，就是说我们都是很想做朋友，只是朋友。我是普通朋友，还是跨过这个界限？跨不跨过，是因为这有意义的。因为其实上帝在制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两个是不一样的设计嘛。男人一定是先性才会爱，那女人是先爱才性嘛。所以很简单，你们要不要互相把衣服脱光一下就可以了解了？这个节目不是十点多吗？十一点哦。那 OK， 这尺度 OK。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们现在都还穿着衣服，对，所以都没有把内心打开。是的，灯光调暗一点，来点酒。来，请坐，请坐，请坐。我们先来问一下，谢欣跟王孝伟，交往，认识，来，我们很敏感这些词，一直在纠正主持，很敏感。你们两个认识多久？认识多久？五六年吧。哎，你知道我们两个刚好都是射手座，我们对于一些这些什么时间上哦，其实我是随便啦。我个人不是太记性太好，那他又是随便，但是已经他又是随便，对，已经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从什么时候？你那时候麻辣的时候啊。哇，那个节目停多久？我就去上麻辣，后来那次录完你就跟我要 FB 啊，所以你跟他要 FB。我这个要解释一下，但他手机有问题。因为他当初我怀疑他是中华电信的这个业务，整个圈内大大小小的手机只要有什么疑难杂症哦，他都可以处理，因为他妈妈是那个中华电信的高层，什么你们。什么 iPhone 8 iPhone 10，小燕姐说，你只要你要，她都可以帮你拿得到。她不会跟我这样讲。没有，她当初是这样子啦。哦。那所以我们那时候认识是因为，对，就是有这个业务需要。因为手机。对。业务需要。她就说她手机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找我。对。就这样搭上线。是。这也是一个理由嘛。来，那你们两个呢？我们是拍戏啊，拍戏，拍戏，拍戏，拍什么？多久以前？有三年了，三年多前，三年。我们演同一部戏，然后我们俩在里面都是反派，然后在剧里就是兄妹了，所以我们等于是被大家排挤的两个角色，所以我们俩就有点就是相依为命的感觉。但谁要谁的电话先？
对，谁要谁的 FB 先？谁不记得哎？你真的不记得？就是等大家来留一下嘛，就这样啊。可能是我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女生，有可能。有可能是我啦，你都我真的不记得，我真的完全不晓得。他是一个太温和的人了，他应该不太可能跟我要，应该是我说，哎，既然我们两个演兄妹的话，那应该就是再多熟识一点，所以我就可能会希望多了解他，就跟他要了那个 FB， 应该是这样了，我觉得。我觉得梁振群好像什么都很被动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的电话我就给呀。他们那一组的感觉就是女生说了算。是不是？对不对？就是男生。你们这一组呢，就是男生说了算。那就各说各话。各说各话。好，我讲一些，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根据有人说或看到的，如果你觉得说的不正确，你就可以说。王少伟跟谢欣的好情谊，谢欣常主动的约出门挑东西，对，正确，正确，嗯，好，正确 ，OK。你们两个会一起看电影、逛大卖场，正确。谢欣一起接王少伟去上通告，哦，正确。点头如捣蒜。谢欣很喜欢在王少伟面前装笨。哎呦，这个有意义哦、喔，所以他是装的，还是我是打从内心觉得他是真笨呢？真笨。可如果他在别人面前是很精明干练，他很精明啊。哦，那他演技很好。我演技烂成这样，你说我演技很好？那你在我面前是笨是装的还是真笨？你觉得我是装的还是真的？我认为是真的。对啊，那我这个是装的，你就是笨啦。好，现在笨不笨？我们待会儿会解释给你听。好。谢欣常常当司机，但常被念，对不对？对，狂被念。你为什么要当他的司机？因为他不喜欢开车啊。哎，没有，哎，哎，是这样吗？他很不喜欢开车，是这样吗？不是啊，是你那时候跟我讲是啊，你就说就黄牛都不爱开车啊。不是因为他，好，你听我讲，他住基隆，他住基隆，对不对？他一定要来台北，是一定得要开车嘛？对。那如果我们四个人开两台车，我觉得这是不符合。我、你、甜甜、雨杰，有时候雨杰也开哦。雨杰，那四个人开三台车，不就是太不符合这个环保的概念？对，我们讲求环保，所以我就会跟他讲，就是说，那不然你就一定要开的，那你就来接我，是这个用意啦。录影也是这样吗？录影要讲吗？录影要讲好听一点，他是特别接送我到录影现场。这种事情是很，可是后来费力气的，对，但后来被我识破了。识破，因为录影现场会有车位，啊，他就是假借就是说啊，不然我来接你啦，啊，我说我也要开车啊，啊你也要开啊，你不要开了啦，啊，不然我接你，啊你那个录影现场的车位给我停啦，他其实是为了要停录影现场的车位，然后来接我。那你可以搭我的便车，我又可以有免费的车子停，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啊。那如果然后第二次哦，那个录影没有他了，我就说啊，你能不能来接我？他马上二话不说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要去接你？我说你之前都不是会主动问我说我要不要去那个录影啊？你会来接我啊？只要那一集没有他，他就不会来接我。那第三次你就问我说，哎，你明天高铁6:30对不对？我明明是7点的，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要去接你，那6:30、7点只差半个钟头嘛，他只在现场多等半个钟头而已，是不是？是是这样子。我觉得打情骂俏也是蛮可爱的。好，现在我们俩好。当女生，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都会素颜，对不对？对啊。好，两个人私底下常常会因为停车啊什么小事情争吵吗？很容易争吵啊，就像吵来吵去啊，骂来骂去啊，而且我都吵得很大声。是啊，他那个停车，他开车实在是有一点。开车怎么样？他不专心，所以我会常。阿咪老师都在一直在播。不是啊，你在旁边一直念，我怎么专心？你就是不专心，我才开始。看到这里，那你就你他已经在播歌了，是。那不然你开嘛。啊，你又不开，我要让你成为一个优良驾驶。如果都我开，以后万一你自己开出事情，你们听一下谁要负责任？阿明老师的歌好不好？喂，努力心照。好，来再问一下，
黄少伟，你很喜欢开谢欣的玩笑，对不对？他们其实比较常开我玩笑，我私底下比较不常开玩笑。真的？哪有？你都咻咻咻，把那家贼，你都叫。那是要激励他们，该是要注意饮食。这是啥？那是要激励他们，该是要注意饮食，因为他们毕竟是公众人物，一直往横的发展也不好。哦，你这叫做慢呢？请问，少伟，你有陪谢欣去看房子吗？有有有，这一定要承认。这是对，这是这是被承认。那个房仲看到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是一对？其实我平常跟你讲，大部分的人都看我们都像一对了，是不是？因为只要甜甜不在，或者是我们的群组少一个人，我们就是会变成两个人。因为其实我跟甜甜两个人出去，人家也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暧昧？那跟他，因为最近甜甜又跟宇杰又出国，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变成说我都跟他会。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私底下都是两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人家看所以你跟浩子阿翔都不会哈、哦，阿翔因为他有家庭，他们都有拿老婆、啊，对对不对？浩子又不在，阿翔有家庭，所以基本上主要是我有一个帅气的外表。我帮你讲，我料到你会有这个反应，但我没有反应这么快就把他。你不要惊讶，我觉得是。你觉得他很帅，所以少伟是谢欣如果将来要借精生子的第一人选吗？这真的就只是一个玩笑，玩笑对不对？对，但真的是，这不是玩笑，他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哇，好什么？老师，我说到这里，您自己慢慢瞧哈。我接下来再说另外一对，你们不要笑得那么高兴。好，你们两个的好情是梁振群所有的事情。都会交给周小涵决定，对不对？如果两个人要去吃饭呢，去看电影呢，什么都去哪里啊？去哪里都是小涵来决定，几乎，好听话。朋友当中只有梁振群记得周小涵的生日，也不是啦，这是。有就是前年的有一次，因为通常因为我生日是8月8号是父亲节，所以通常这么好记，你朋友都记不得。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大家会忽略掉，对，要陪爸爸。对，然后有一次就是他跟强哥陈志强就是两个约了，就要帮我就是庆生，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居然父亲节不用陪爸爸，要陪我过生日，就觉得很感动。这样我爸看到好，这样我爸看到。对，这一段也是啊，梁导你不要看哈，而且你哥哥不要讲哈，梁鹤群，好来，梁振群曾经看展览没约周小涵，周小涵就会生气，是不是？有没有此事？有有有，啊，看什么展览？因为我们俩就是一个看展啊、看首映啊、看电影、喝咖啡的 partner。所以有一次，他去看了一个我很想看的展，但不是跟我，是跟别的女生。嗯，然后我就在那个看到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可恶。你在乎的是那个展，还是在乎的是隔壁的女生？应该是那个展，应该是那个展。我觉得应该都有那个人吧，对不对？啊，他没有找你找别人去看，对不对？就是。所以不是展啊。所以不是都有，就是我会觉得，但是我告诉你，黄子佼跟孟耿如就是两个人都有嗜好去看展，哦，我没有任何意义，有种暗示的意味。所以这个逻辑是，如果已经要步入礼堂的话，就会去看展。才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当初认识了以后，然后发现兴趣相同，就是。孟耿如没有人陪他看展，那黄子佼又特别喜欢看展，所以就这样子，你知道？就走在一起了。我是圈外人，我都觉得你讲的有意义了。哦，对哦，真的有意义。好好好 ，OK。周小涵亲密靠近休息，梁振群想入非非。周小涵有的时候会靠在梁振群的肩膀上休息。拍戏的时候比较会常发生。拍戏，他本身就比较懒，然后就没有骨头。对，每次一喊咖之后，他就会全身软掉。我跟你讲，靠肩膀这个举动会让男生想入非非，真的。在锁骨以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状态。所以，如果梁振群没有感觉，他就不是个男人了。
要步入礼堂的话，就会去看展。我们只是看展，他们是看房子。不要推到我们这里，不要牵动别人。好，每个人每个人的症状。好，梁振群主动会买相机送周小涵，为什么？哇，为什么？你是很浮夸。就是，这真的太夸张了。你哪有那么夸张啊？我不是买一栋房子送他。你们等一下，等一下。少伟，你有买过什么东西送谢欣？其实没有。不可能，我跟你讲，有，他有次去东京买什么？买一个超特别的纪念品，彩色的卫生纸。哦，卫生纸。他说超有意义。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什么什么鸡丁什么拿到的，超有意义。那个卫生纸很特别，啊，我是卫生纸哦，他也超有意义的，他去东京送了我一条iPhone 的传输线呢，他跟我讲说这很特别，我说哪里特别？哦，它是迷彩的，所以我们大概我们的礼物价值就是大概在200-300上下啦。啊，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送礼物的这个价值观不同。那你为什么送相机给周小涵？是因为他要拍这个吗？没有，在那之前，因为其实他是很喜欢拍照，然后我买的那个相机是一个比较复古的那种立可拍的相机，我自己有买一台，所以我想说他应该也会喜欢，所以我就一起买。这是一种情侣机的概念。所以你在家里就是拍他就对了。我没有拍他。没有啦。你都还没有互相拍情侣机啦，就是我有一台，然后我的另外一半也有一台。然后我们在家里就是，啊，我拍你，我们两个相机都一样哎，自拍。对，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情侣的话，就只要买一台就够了。这句话，我想请问一下，周小涵有的时候会靠在梁振群的肩膀上休息，哪里不好休息？那个是你解释，拍戏的时候比较会常发生。拍戏的时候不是日常。对，他本身就比较懒，然后就没有骨头，所以每次一喊咔之后，他就会全身软掉那种。就是很懒，而且因为我拍戏很常要穿非常高的高跟鞋，然后我又不想要一直拖穿，我觉得很麻烦。那这个戏需要别的男演员吗？其他都不熟啊，我不会去靠不熟的人。说的也是哈，对，熟也不能靠。为什么？你没有让谢欣靠过？没有，骗人！真的吗？我跟你讲，靠肩膀这个举动会让男生想入非非，真的。在锁骨以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如果梁振群没有感觉，他就不是个男人了。是，没有，我只是反问嘛，这些事情都是事实，我在反问，说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就有问题哈。好，梁振群有很多贴心的小动作，是不是？嗯，比如说他是蛮细心的人，很细心。对啊，你冷了会帮你加衣服啊？加衣服？加衣服没有啦。可就是因为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戏里面的裙子都比较短，或是衣服可能比较低，他就会看到，他就会帮我挡在我前面啊，或是一直提醒我，怕被别人看到，或者是什么什么。因为他自己看就好了，他不想给别人看。哪有这样啊？因为他真的比较不会去注意，他是个性蛮男生的，蛮男生的。好，周小涵会私下观察梁振群的动态，会吗？就是脸书动态啊。肯定会的，偶尔啦。骗人，每天都会检查一下吧。骗人，不会，因为他很少在 po 文啊，就看不太到。我没有在 po 文。对啊，他有时候 po 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想说是不是被盗账号？真的假的？真的。人家说相处的主控权都会在周小涵的身上，也就是说，他想见面的时候就见面，不想见面的时候。就不见面，对不对，梁振群？没有，也没有到这么夸张了。但是就是，我还大部分还是会以他意见为主了，因为当然还是希望他是在一个开心的状态下。怎么有一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因为我比较霸道。越描越黑。好，请问周小涵的肢体语言是不是很容易让男生误会？会，是吗？不过就是，虽然我很恨没有跟他拍同一场戏。但是他所有刚才讲的那些举动，其实他们两个的互动模式会让人家觉得彼此都会误会，暧昧，包含男生就是会盖什么帮他遮曝光的这些东西，这还好吧？这个举动绝对是在周小涵靠完他的肩膀之后才有的，没有啦，真的，是不是本来就有了啦？所以是他先给你盖，哪来这首歌？傻眼咪咪。
好，我想请问周小孩，如果不是梁振群，如果今天是王少伟，你累了，你会靠在他的肩膀上吗？还是说你根本不在意这肩膀是不是梁振群？你累了，你都会靠上去。看谁比较好靠？谁比较好靠？因为身高有差啊，因为如果说男生不够高的话，我可能就会变成这样。来，现在我想请问谢欣，你觉得他俩的关系是什么？就以你现在看，就一定在假装，一定有什么啊，一定想要 cover 一些。真的没有，王少伟也赞成，赞成，赞成。好，刚到一半就说，周小涵呢？你觉得他俩？都在装啊，都在。哎，你看还有默契的穿格子。你们整套的讲，我们只要只穿格子的。我们是讲好。我们是讲好的。对啊。我出门前还问说，我们今天要不要穿闺蜜装？哎，但讲真的，我跟她不止一次这样子吗？撞衫吗？就是说有默契。对，有一次好像是全部都牛仔，一起去买，对不对？对对。嗯。你们这是乱栽赃。等一下。我现在来形容一下他们之间的表情，好不好？梁振群反正是今天我伸头一刀，我已经来了，手也断了，我就这样吧。不是，你们就公开了吧？讲真的。那小孩呢？反正我这今天来打书，怎么说我也得说。非常好，非常。那我觉得呢？王少伟，反正就是你看他现在手也是这样，来吗？小燕姐，你来呀、啊！好，就这样。那谢欣的表情是最奇怪哦，他是有一种无奈，哦，又有一种开心跟一种不开心。哦，你的情绪好多，你怎么不去演戏啊？你说我演得很烂，叫我一辈子都不要演戏啊！可是那是小甜甜讲的哦，你也认同啊？我没有认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很可惜，就是你现在真实的人生其实情绪蛮多的，他只是在演戏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很可惜，对不对？你看现在又有一种无奈。我觉得谢欣呢，有一种无奈，心里一定有很多的 OS。你知道是不是？我是有很多潜台词的人，看得出来，读不到，读不到，你读不到了，你笨蛋！他都睡着了，谁读不到？他睡很久了，睡很久了。尤其刚刚小涵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谢欣他一定就开始，为什么我这地方没有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的情绪，因为他刚眼神了，你知道吗？他就一直呢往右上方这样去飘过去了，那是一种在思考的一个状态。哦，今天上这个节目，大家都不要害别人了，我们都不要，自己都是啊受害者，受害者。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间接接吻的经验？所谓间接接吻，那现在那边有一杯水，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一起用一根吸管一起喝？你们俩曾经啊，等一下，有没有在餐厅里喝？他喝过的，你喝；你喝过的，他喝。好，是这样。其实呢，有没有？你只要告诉我有，先解释。有，但是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常常就一起 share 一些东西啦。只是当然这种东西是尽量避免比较好，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太自然了，后来随便了，就是比如说吃饭也会同时就一起share一碗饭啊，或者是说饮料也会大家喝一杯饮料，这是会的。你们会不会？会啊，我坦荡荡。对，我们也会。看他这是完全民族英雄，坦荡荡。民族英雄，接下来伸头一抖，他根本就会啊，民族英雄。对啊，你们有没有交往了？怎么样？交往了？你们要结婚结婚了？现在啊，现在啊，有够坦荡荡。不认暧昧情，小燕姐高招出考题。我们这样算不算爱？你可以直接对少伟讲啊，你看着他跟他说。现在我要来做一个测验。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半夜的时候觉得啊有心事就打给对方，不管他有没有睡着，然后呢你就一直想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在电话里面一直讲，你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私密的话题会讨论到什么样的深度？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有多少的一些亲密伴侣，有体液交流的亲密伴侣，或者呢你上一次呢亲密关系在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我是真的在看病啊。对，哎，我是觉得你们不要改时段会不会比较好？11点这个都可以问了，当然11点什么都可以问。对，好，那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先听听那一组啊，你们有没有在交换？你是想要先听我们讲什么？你们先听，没有，对，你们会不会告诉对方自己过去的男女关系？会不会这样讲？你是说到那种程度啊？会分享，就是曾经的感情，但不会到这么深入，但不会有身体上的分享，不会讲到那个部分。为什么不会讲到这么深？因为没有机会讲到那边啊，就是根本不会想到要讲到那边。还是实际上你们就是有这样的行为的？没有。我这地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他还没回答。对，马上可以回答这地方。哎，那这些话题你会想跟他讨论吗？旧情往事会不会？会啊。会会。好，上次亲密关系有多久？这不会。目前有多少性伴？这怎么讲啊？目前有多少亲密伴侣？不会，不会。我们这样算不算爱？啊？什么意思啊？好难回答了。我们这个老师这个题目，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讲真的。这应该都没有讨论过，没有啊。你们所以你们都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子，这是一个馒头曲线。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讨论太深入问题。然后真正呢，到了老夫老妻，也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所以呢，当你呢不愿意讨论的问题越多的时候，你越是处在暧昧关系。哦，是这样哦。对，它就是一个馒头曲线。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讨论到这么深入？我们来间接判断你们到底呢是只是一个男性或女性朋友，还是已经进到闺蜜的阶段，这样子，什么意思？反而是，所以反而讨论的越深入，对，你们越是闺蜜，越是闺蜜，然后再来讨论。我跟你讲，上次啊，从今天晚上我全部都讲。你要不要趁着现在就讲？我相信观众朋友也蛮好奇的，也想听。而且你挑一题回答，来来，我们现场就来。有关于什么？你哪一题可以回答？一题的事情，赶快，有种你就挑二三四。四，好，四四，我们这样算不算爱？你可以直接对少伟讲啊，你看着他跟他说。现在我要来做一个测验。你们俩先，我们先请这一对好吧，这一对，请站在这个位置，两个人相对看15秒，好，15秒当中要两个，这很有压力，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忽然有种压力，有种压力，对不对？对，这个我们从你的眼神是可以看到你们的感情，我从你们的眼珠可以知道你们的想法，好，你们两个。互相对看对方的眼睛，15秒开始。为什么还可以放歌？还没分析。等一下，梁振群，在最后的。5秒，失控了，真的，真的，因为他的字，他的笑容很自然，对对，真的就是最后的，就是阿蜜老师一变歌你就失控了。好，什么原因我待会再讲，请坐，你完蛋了，到底你要，我要从你们两个的眼睛睫毛下的眼珠看到对方的心灵。OK， 用你们最真的目标看对方。我真的目标是什么？就看着他，看着你的王少伟，开始。
黄孝伟演哦。现在还等他了。对啊。好，你在演。他们要演，你在演甘为人，都在演，都在演。他不行，他不行，演得大了，演得大了。来，请回座，温蒂老师。嗯，节目进行到这里，你能够帮我分析一下周小涵跟梁振群这一对？梁才女貌超登对，王善伟自夸帅气。你知道，你从今天上完这个节目，可能走到大街上，人家就会说，其实你们很登对耶。是外形啊，外形。哎，你们很开心，他在外形哎，你是因为我可以讲到外形。他怎么不说你是因为我？哎，谁是因为谁啊？谁帮谁加分啊？你能够帮我分析一下周小涵跟梁振群这一对吗？其实我觉得男性都一样，男性不喜欢被分析，可是女生比较爱被读心嘛，这样子。我觉得呢，振群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会觉得一开始我会认为小涵他的感情是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有在吞口水。他有在吞口水，吞咽那个动作，正好他可能穿的那个领子让我会注意到，这样他有在吞咽动作。然后呢，振群他其实呢一开始是想要非常呢去保守自己的情绪，但最后呢，我觉得阿咪老师那个哇，那个音乐一换，对，一换他的感情就出来，肩膀一靠就完蛋。对，所以他们那种暧昧的感觉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对。好。那这一对呢，就有点搞笑组哎，搞笑，因为他们两个都在演呐。对，他们两个的信心是非常演的。然后呢，少伟呢一开始你看他眼睛是遮，有点半遮蔽式，你知道吗？眼神半遮蔽式，事实上是要逃避一些我不想去暴露我的讯息，这是一般男人最喜欢做。我觉得少伟就一直从一开始出来，他就像是一头狮子一样，就一直是一种男性的防卫特征，他很不太喜欢让人家知道他的心理。其实他一直是这样子，他每一次上节目，只要谈到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小甜甜一直是他的障眼法。他是我的绊脚石。小甜甜是他的好朋友了，我觉得小甜甜真的是他的好朋友。好，那谢欣，我其实想问观众啊，如果男的帅，女的漂亮，他们为什么不是好朋友？为什么不能做男女朋友？为什么要做朋友？做不做好朋友，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一开天生的一些电波是有关系的。那他们电波有问题吗？电波的话，其实还是在于，我觉得在于眼神。所以我刚刚觉得少伟他的眼神一直愿意想要闭起来，他不想去暴露出太多的情绪。可是谢欣他是想要把自己开放的，但他又想要把演的呢，好像说啊，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谢欣他一定是一个很 open mind 的女孩子啦，有什么就说什么的这样子，是不是？那这样好了，我想请问你一下，我觉得朋友在一起都因为他有什么我很喜欢的地方，对不对？那你们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停车位吗？不是，其实只是因为他，你帮他看房子吗？没有，你帮他买东西吗？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我们的想法，大了大的。怎么都是黄小虎的歌？不是，我跟谢欣的相处其实是非常舒服跟自在的，所以他之所以也敢素颜在我面前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那我们两个可能在个性上是真的就是比较追求的是这种东西，不喜欢讨论太严肃的话题。我们也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感情的事情过，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严肃啦。那除非是他真的有什么需要我的意见，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所以他从来没有跟你讨论过感情的事情。我都是听人家讲。你放弃爱，放弃了吗？被打碎。
听人家讲，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因为我觉得那是人家隐私啊，感情的事情，所以我不太问人家这个事情。那有一次是因为甜甜跟我说了，就是他说他好像是心情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他那一段日子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那么像我们出来都会嘻嘻哈哈玩嘛。可是那一阵子我就觉得他有点心事重重这样。你知道，你从今天上完这个节目，可能走到大街上，人家就会说，其实你们很登对耶。对呀。是外形啊，外形很重要。哎，你们很开心，他在哎外形哎，你是因为我可以讲到外形。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因为我？哎，谁是因为谁啊？谁帮谁加分啊？其实你们也是，大家看到你们也会觉得，哎，你们其实还蛮登对的。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嗯，是真的没有人这样跟我讲。没有人说过我们登对，真的吗？真的，眼睛都瞎了吗？你都没有让人家看到，你这样投靠着他们，那个剧组的人都没有看到吗？有，导演有看到，导演问我了。导演问你？对，导演问我，然后我就，导演问我，他就是因为对，导演跟我还蛮好的，所以他就问我说，哎，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他就是像哥哥一样。然后就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三年前的戏，然后怎样，就跟导演解释，导演说哦原来如此之类，就是当然一开始人家会误会，可是其实导演说哦原来如此才怪，哦原来如此没有才怪。不过其实你觉得他们两队当中哪一位会真的成为比较有可能真的成为？要成为家人，其实一定要先经过友谊这个关系。我是觉得少伟和谢欣现在目前是在友谊的一个深处，这样子还没到家人。对，是不会到家人，那必须要有激情，因为他们两个我觉得到不到家人不关我的事，会不会到恋人比较关我的事？所以一个爱情的话，它必须要有激情，然后有亲密，就新的交流，还有再来就是我愿不愿意给你承诺这件事情。有时候男人越不愿意给女人承诺，会决定于女人，会让女人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可以依靠对象。所以男人愿不愿意给女人承诺这件事情，对女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女人一个月才排一次卵，我们怎么可能像男生一样随随便便？我们要去找寻一个最让我们可以依靠，不是光只有靠肩呐，这样可以依靠的这样。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是女性在考虑的一个重点，这样子。可是你要真的问男人，男人呢永远都会觉得下一个会更好，这样子。对，而且呢，男人一般来讲，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好男人和坏男人的差别。好男人呢，他会直接呢去做什么事情，就给你一个结果。可是如果呢，我们常常在讲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坏坏的男人他不会马上给你东西，他一定会让你情绪波动，哭笑不得，最后哇丢出一个惊喜。所以他是呢去刁你的情绪，去勾你的情绪。那你们可以去看看说，哎，到底你们周围好男人比较多，还是呢你觉得现在呢还是在钓鱼的阶段比较多？现在我们讲的不是这四位，我们讲的是电视机前面的各种不同的男女。其实今天我们来，其实一部分是很好玩，因为他们都常上节目，他们到底会不会成为恋人？我老实讲，哎，有很多人呢坐在这聊半天，过两天我在报纸上看两个儿子都出来了。小燕姐什么意思啊？你懂吗？其实他们在我面前演我也无所谓，只是一下就蹦出两个我比较不太能接受，蹦出一个我还可以啦。好，其实呢我是觉得相处在一起一定要有话说，我认为真的，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是试探嘛，对不对？那你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一不一样？他很在意停车费，那你是不是很在意停车费？对不对？是不是？哎，有的太节俭呢，有的太爱花钱呢，互补也是不错的。那有的是一起省呢，所以你要不要交朋友？那好，这样也可以到你的书来。突然间，小燕姐人太对，真的。Be mine, let's be yours. 哇，是不
是自己来做决定呢？是的。OK， 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两本书，《Be Mine》还是《Be Yours》，献给两位，谢谢温迪老师，谢谢你们。我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我忍不住要这样问，我忍不住要这样问。对，我就是要这样问，你们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是王少伟和谢欣，周小涵跟梁振群，他们两个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呢？你的节目看到这里，其实我不是这么八卦，当然他们来上节目也会演一演，但是我觉得这两对他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这男女会不会真的是朋友呢？根据温迪老师说，其实这个界限在南方，我也不觉得完全是在南方。今天看到他们两对来上我节目，我一边看一边笑，我觉得他们的表情其实有的时候是会透露一点点的秘密。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啊？真的是一个蛮早的歌曲，也许你没有听过，但是他唱的还蛮真实的。很多的时候男女在一起都觉得，我们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呢？我们还是就是朋友，我们还是不只是朋友。少伟跟谢欣是一个好朋友，两个人可以一起去看房子、买东西、看电影、吃东西。如果双方没有一点好感，怎么会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呢？周小涵跟梁振群一起拍戏，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的头可以摆在你的肩膀上，如果我对你没有好感，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这首歌告诉你，我们两个认识已久，你以为我喜欢自由，而我以为你已经习惯等候，这是不是你们的心声？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要承认是恋人，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关卡，我们不如从做朋友开始。朋友做久了，可能就会变成家人了。其实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恋人，我觉得你们在一起相处很开心，那就是很好。其实老实讲，在演艺圈找到真正的好朋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故事说到这里，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是恋人，请下回收看《小燕有约》。